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接着看下面第八句，饮食是全恩，前面第七句是现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现什么身。这一段呢是讲说法，这个法没有定法，也是随顺众生的根系，耳舌方便法。饮食是全，食是真实，全是方便。真实法要是说出来，没有人懂啊，大家不能接受啊，所以只有用善巧方便，就像前面我们举的例子，博士班的导师，一肚子学问呢，要对小学生，他那一肚子学问都用不上一定要符合小学生的程度，来教他，他才能听得进去，他才能欢喜接受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真实法是对谁说的呢？对化身菩萨说的，那是真实设法界的众生都是全巧方便，真实法里头有没有说的呢？没说的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如果佛用这个方法来对我们的话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，完全不能理解，所以必须用善巧方便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这个开示。圆顿一尘，盈而不说，乃以三乘人天小法教化众生。我们就先把这一段的大意简单的做个介绍，圆是圆满，顿是没有阶级，这是真的。这叫一尘，一尘也是不得已假立一个名词。为什么呢？圆是对偏说的，顿是对渐说的，一尘是对三尘说的。《法华经》上，这到最后了，佛才透出这个讯息。说唯有一乘法，佛法只有一乘法，
无二亦无三，啊，二是二乘，大乘小乘，啊，三乘呢是声闻缘觉菩萨，这叫三乘，啊，二乘三乘都是方便数，是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的，除佛方便数，啊，除非佛方便讲，啊，才讲二乘，讲三乘。啊，真的只有一乘。啊，法是一乘呐。用什么来修呢？这都是一心。啊，修业一心，修一乘，得什么样的果呢？一真，你看都是一，一心，一乘，一真。这是究竟圆满的果德了，圆满的称心呐。这跟你讲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可是在设法界不行啊，设法界不是这个根性，到华藏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就入这个境界了啊。你看极乐世界还有四土，圆顿一乘在哪一图呢？十报庄严图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极乐世界里面凡圣同居图、方便有余图，还会见到阿弥陀佛的方便说。但是他那个方便，因为往生这些人得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们有障碍，佛所示现的，佛所说的，他接触到听到，通通能够觉悟，是不是根性大力呀！啊，那我们的根性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们给业障把它障住了。升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佛光威神，我们今天一般人讲磁场啊、气氛呢、啊，那是没有法子想象啊，没有法子去比拟，太好了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就啊，很容易啊欺辱啊，这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啊，之所以被十方诸佛赞叹，它有它的道理在啊，啊，无比殊胜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。这个是真实弥陀世尊呢，慈悲到极处啊！我们能够遇到，那这一生是大幸之幸，太幸运了啊！所以遇到，你就不能够把它放过啊！一定要想着这一生成就。啊，那有把握成就，就是刚才讲的，你必须至少是要把执着放下，你才往生就没障碍了。啊，
增繁盛同居土。如果执着分别没有呢，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。你妄念也放下了，你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所以这三个东西，你一个都不放下了，没有把握往生的。啊，临终一念往生呢，他是临终一念呢，把执着放下了，他才能做得了。临终为什么有人做不了？这李老师常讲的，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两三个。为什么原因？临终还放不下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当然，临终放下了，不如在现在放下多好呢。那这大自在呀！啊，只要现在一放下了。你烦恼就轻了，智慧就增长了，啊，这些经教你能看得懂，你能听得懂，你能够切入，啊，现在这个经文为什么看不懂？啊，天天听讲经，为什么还这么糊里糊涂的？啊，不觉悟，没有别的，没放下，这个障碍染污。道理就在此地啊！你要明白了，你肯放下，不难了，智慧也开了，听得懂了，能体会得到了。啊，放，要从心上放。啊，心里头不再有执着了。啊，事实上随缘。什么都好，啊，像弘一大师学佛之后，真的，分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放下，但是执着都放下了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到呢？我在新加坡听到很多同学告诉我。弘一大师到新加坡去访问，就住在占卜园广洽法师的道场，那个道场离我们净宗学会很近，啊，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了，啊，道场我去参观过，啊，弘一大师当年住在那边，啊，什么都随便，什么都好啊，好人坏人都是好人。啊，照顾他的，饮食起居样样都好。啊，这个，广洽法师说的是，有时候这个菜咸了一点呢，啊，别人都嫌太咸了，问他，哎，咸有咸的味道。啊，淡呢，哎，淡有淡的味道。从来不嫌弃啊，所以照顾他的人欢喜啊，这个法师好伺候啊，没有挑剔啊，啊，什么都好，执着放下了，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样不好啊，啊，我常常呢给同学们说，提醒大家了，啊，佛讲的时时是好时，日日是好日，你就不要再挑时辰，不要再挑日子了，这个执着放下了。我续了两句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啊，那对于一切人的是非善恶放下了，都是好人。啊，为什么好人？本性本善。啊，他做了些坏事，我不是不知道。要不知道，那不就变成白痴了吗？知道怎么样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知道什么呢？那是他染的习气，不是他的本性。
啊，本性本善，本性是佛性，我们要尊重他的本性，我们不要去执着啊，不要去分别执着习气，不就是人人是好人了吗？事事是好事吗？啊，所以你真的要做到了落实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执着放下啊，不再执着的啊，别人执着随顺他的，没有一样不好。那别人分别也随顺他的啊，自己知道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这个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，那讲的更彻底了，那是一真法界了。色界是空，空界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是一真。啊，那我们要常常记得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不执着了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？啊，所以这是佛应化在这个世界，对六道众生，那不能不说三乘人天效法啊，所以这个意思也是很好啊。教化众生，劝导一切众生，不做不造三恶业，不堕三恶道啊！啊，这是人法了。你来生还得人生。啊，你能够修十善业道，你来生可以升天啊，就是人天效法啊。可是你可不能小看了人天效法了，是成佛的根基啊。你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好啊，人天法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，都是以十善业道做基础啊！啊，所以从哪里修起啊？要从这修起。而世尊一生啊，这个49年啊，再加上从前啊，那就是80年了啊，住世80年，80年给我们表演的、表现的身教言教啊，都是以十善业为基础。这一点我们读经可不能疏忽啊，那真的是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希望同学们留意啊，十善业道是我们的根，我们只要能把十善业道做到，求生净土就有把握往生了啊。十善业道里的有不贪不嗔不痴啊，我所讲的16个字十善业全包括了啊，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放下，五欲六尘放下，贪嗔痴慢十善业做到了就行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十善业为什么这么困难，是我给诸位说了，大乘根建立在小乘上，十善业道是通大小乘，
通一切法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儒家《弟子规》做根本，先学《弟子规》，啊，《弟子规》通通做到了，十善业就不难了。啊，你要是很认真、很努力，两年的时间，这个根就扎稳了。啊，用一年的时间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再用一年的时间落实十善业道。念佛决定完成。啊，凡是这个念佛往生自在的人，你去仔细观察他日常生活，啊，待人接物有没有触犯弟子规，有没有违背十善业，你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决定没有违背十善业，绝对不犯弟子规，所以他走得自在呀，他欲知实知啊，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我常讲啊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度苦难众生，啊，这两桩事情。是一桩事情就完成了，哪一桩呢？自己认真的修行，啊，依教奉行，你就全做到了，啊，只要自己做得好了，正法就能救助，啊，我自己十善做不到，五戒做不到，正法就不住实了。啊，我十善业道做到了，弟子规做到了，三规五戒做到了，就是弘法利生。那为什么呢？做给人家做样子看嘛。啊，我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啊。啊，所以做榜样给别人看。就是弘法利生，就是帮助苦难众生，就是正法救助啊！所以正法救助不是在言说，是要身体力行呐，要真干呐！啊，释迦牟尼佛自己，你看完全做到了。才开始讲经说法，没有做到不说，做到了再说，那都是表演的吧？啊，他表演，我们真干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啊！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道场，如果每个同修都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。都把十善业道做到了，这个道场就是和谐社会啊，就是和谐世界啊，啊，这个道场那就是全世界所有这些团体的好榜样啊，正法就住在此地，正法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影响就是发扬光大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因师施权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清凉大师引《维摩契经》上的一段话说。下面讲净明经啊，净明经中诸菩萨问维摩契，经世尊以何说法，啊，维摩契也是古佛再来的，示现作居士身
跟释迦牟尼佛好像是唱双簧一样，两个在表演。啊，这都是带我们问的。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菩萨哪有不知道？明知故问。维摩诘答应。啊，你看，维摩诘是大师。此土众生刚强难化了，故佛为说刚强之语，以调伏之。啊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。首先要知道自己啊，我们学佛为什么这么困难，这维摩诘是不是说清楚吗？啊，刚强难化。啊，跟你说的人，你不愿意接受啊，你不听呢、啊，你烦恼习气太重啊，那是障碍啊，障碍了你的悟性。啊，佛跟你说的。说你听不懂，你不得受用。啊，所以佛不跟你讲圆顿一乘。啊，圆顿一乘里面决定没有一句是粗话。啊，可是你听不懂，你不会相信。当然你更做不到啊，所以佛在说啊，什么叫刚强之语呢？下面说了，是地狱，是畜生，是魔鬼，是住难处，是愚人行，是人是身邪行，是身邪行报等。这都是属于刚强语啊，但是佛说的话了，不是妄语啊。金刚经上说的很好，如来是真语者，真就是不假，如语者，如就是不是虚的，不是虚妄的。啊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如是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，绝对没有离开事实。啊，那么六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是众生业力啊变现出来的。众生行三善业啊，三善业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佛家讲的三善根呢。啊，他的果报呢，在人天呢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那你要是造三恶业呢？啊，他三恶也是贪嗔痴，你的果报啊，在恶鬼地狱出生。啊，愚痴是出生，贪心是恶鬼，嗔恚是地狱。啊，那么你就自己去想想看，你从早到晚，在这个一个星期当中，从星期日到星期六，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，你是三善根多，还是三恶业多？你自己比较啊！啊，最好是每一天反省一下，
我这一天起心动念，善多还是恶多？你看从前云谷禅师教圆了凡，就用这个方法，功过格，叫你自己天天反省，天天记。功过格分上半本跟下半部，这个一页里头有上半下半，善的写在上面，恶的写在下面，每一天对照，是善多还是恶多？这个方法有效啊！所以功过格，在这个明朝的末年跟清朝初年呢，很盛行啊。一般读书人都用这个来检点自己啊，所以清初的盛世啊，其来有此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那个100年多中当中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啊，康熙做60年皇帝，乾隆也是60年的，还做4年太上皇啊，雍正13年的，加起来差不多将近150年的，150年的盛世啊，怎么来的？念书人都用功过格，所以那个时候成了一个风气。不但是读书人用这个，出家人也用这个啊？怎么知道呢？我看到莲池大师的功过格啊，他不叫功过格，他叫自知录。你看现在莲池大师全集里头还有啊，这就说明佛门里头也提倡，也用这个这个方法了，每一天来检点自己啊，我从早到晚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是善还是恶？这个盛世啊，不是说帝王有福啊，当然，众生有福啊，他真有培福造福之人啊。这个培福造福之人是谁呢？我们用现在的话，知识分子啊，知识分子决定影响社会风气啊。古时候讲四农工商，读书明理，他自己的言行呢，是社会一般大众的表率啊。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他们呢。向他们学习，效法他们呢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时间，这个社会乱到极处了啊！乱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知识分子不负责任，不知道修身舍弃了伦理道德，不相信因果啊，也是唯利是图了，这怎么得了呢？知识分子也要搞贪嗔痴，那这个社会不得了啊！你这个社会的表率堕落了，过行过业，男女老少就看你都跟你学。你这一堕落搞贪嗔痴慢，没有一个不搞贪嗔痴慢。
这个社会还能好得了吗？我们不读书，我们不修行，体会不到啊！真正读圣贤书，依教奉行，这种因果关系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知道怎样帮助社会？所以我们今天帮助社会。帮助这个社会和谐，帮助世界和谐，用什么呢？讲经啊，真帮助啊！世界上许多和平的组织找我去开会，我经就不能不放下。那是什么？不得已呀！真正产生效果是讲经，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！我出去参加没有别的，希望把我们这些讲经的效果告诉他们。希望这些人呢，也个个都发心出来讲经。不同的宗教都讲他们的。不是宗教，这些专家学者希望他们能够多讲一些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就能救世界。就能够这个冲突自然化解。我们在汤池办一个文化中心，培训那些老师，我们培训他的时间两个月之后，请他们到乡下分头去教《弟子规》到现在五月才刚刚半年。冲突有没有化解呢？化解了。那边许多同学告诉我，现在这个夫妻吵架没有了，冲突从这儿起的。婆媳呀，能和睦相处了，这很难的事情啊。邻居不吵架了，不再争执了。能够互相让了，你看，每个人让一步，天下太平啊。小孩懂得孝顺父母，商店里面呢，没有人偷盗了，盗窃少了。在从前的时候，都要看得很紧，常常丢东西。现在不用看的时候。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丢的了。人与人间能互相尊重了。人与人见面都很有礼貌。我们推动这个教学才四个月。我们看到听到了。非常安慰啊！足以证实古人所说的好人是教出来的，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，你不教他就变坏。所以《三字经》上讲啊，性相近，大家都差不多，都有佛性嘛，本性本善嘛。习相远，习是什么？习染上的习惯，
啊，社会的风气不好，那全都不好了，都染坏了。啊，现在最普遍的教育是什么呢？电视、网络。啊，我今天刚才在，好像是《东方日报》的那个消息，啊，同学们拿给我看，十岁的一个小朋友，啊，去玩那个电子游戏机，大概母亲不让他去玩，他拿刀就把母亲杀了。十岁，啊，母亲还没被他杀死，受伤了。啊，这个小孩被警察带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教出来的嘛。啊，所以好人坏人都是教出来的，你可不能怪他，坏人都不可以再怪。你怪他错了，怪什么呢？怪自己，我没有好好教他。古时候汤王讲得好啊，万方有罪，罪在真功啊，啊，罪在我自己啊，啊，那犯罪的人没有罪啊，啊，他会犯罪上，我没教得好。啊，所以今天的教育，啊，不是父母教，不是老师教，啊，是这个小朋友是电视教他，网络教他，游戏机教他，那将来他会变成什么人，你就当然可知了。啊，那个教他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都是色情、暴力、杀盗淫妄，那他将来说。干啥到淫妄，这是当然之理嘛，他从那里学到的嘛。你怎么能怪他呢？那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育不是这样的啊，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古圣先贤的教育、祖宗的教育啊，丢掉了，不要了，啊，学西方的，啊，现在的电视、网络、电影，啊，歌舞，啊，你仔细去看看里面的内容，他是把人教好，还是把人教坏？这你就被明白了吗？啊，就好像一大夫啊治病一样啊，先把他的病根找出来，然后再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这才能救这个社会啊，才能救这个世界。现在要不赶快干，谁干呢？不要求人，自己干，从我自己做起，求人你决定会失望，没人可相信，从自己干，再辛苦也要干啊！你自己一定要晓得，你只要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，学圣人，学贤人，学佛菩萨，虽然很辛苦啊，你将来是人天善果啊！我跟你说一句老实话，你要是不念佛求生西方啊，你决定升天。那么我们这一生几十年的辛苦啊，辛劳啊，忍受值得的啊，这几十年过了之后升天了
啊，绝不堕三恶道。啊，如果也跟社会大众一样同流合污，那你就要清楚，你将来这几十年生命结束之后啊，你就到地狱魔鬼出生。人道没你的份呐、啊！你说这多可怕啊！所以你要把这个事实看清楚了，把这个道理想通了，你就会很认真努力去学好，去学善啊！所以佛讲的这个是真的啊，是地狱。嗔恚心中是畜生愚痴中，就是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，不但这个没有能力辨别了，连利害都分不清楚啊！什么事情对我有利，什么事情对我有害都不知道啊！啊，你看今天世间人贪财贪利，啊，要聪明智慧，要健康长寿，这佛讲得很清楚啊。怎样才能得到呢？施财得财富，你不肯布施啊，你想尽方法就夺取啊，非法夺取啊，夺来的。佛讲得很清楚，是你命里头有的，命里没有夺不来，那你何必呢？夺来了，把你命里头有的亏折了啊！你比如说你命里头有1000万财富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啊欺负别人，这个用种种非法的手段啊夺取来的财物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你命里的1000万呢、啊、打了对折，只剩下500万，你这一生只得到500万，那一半呢亏折了。如果这个念头很恶，手段很毒辣，恐怕你所得到的时候啊，只有你命里面的2/3啊，大幅度的亏折了，自己不知道啊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愚痴啊，啊，是非利害呀、啊、都不懂啊，聪明智慧法不施。健康长寿无微不施啊！你会修这三种因，你一定得三种果报，这个道理要常讲啊，要让大家明白，明白之后他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啊。我有能力天天修布施啊，财布施，我财富不缺乏；我修法布施，我聪明智慧呀，天天增长；我修无为布施啊，得的是健康长寿。为什么不干呢？我们要做出来给人看。那无为布施里面第一个就是吃素，不再伤害一切众生啊，不吃众生肉啊，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。啊，我从学佛到现在
五十五年，我吃素也就五十五年，我学佛半年就吃素了。啊，我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道理张安嘉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教给我这个三种布施，三种果报。啊，我相信，我依教奉行。啊，果然有效。跟在我身边的小同学，这么多年来，你都看到啊。啊，果然是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效法。啊，你一定会生活得非常快乐，法喜充满。啊，你不会有烦恼，不会有忧虑，不会有牵挂，放下了吗？啊，所以佛在此地这个经上讲的这三样，就是贪嗔痴啊，嗔恚是地狱，愚痴出生的，这个贪婪是。魔鬼呀、啊！下面讲是诸难处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灾难。啊，现在这个灾难好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。啊，通通是恶业感召啊！啊，是愚人行呐、啊，没有智慧呀、啊，不是聪明人呐、啊。啊，是身。邪行啊，邪行呢，一定有邪行的果报啊，邪之不正呢、啊。那这个果报，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社会，就是世生邪行果报。下面说乃云如是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。这个律就是戒律啊，这样子告诉他啊，夜莺苦报，他要是真正明白，真正听进去了，真正懂得了，他不愿意受这些果报，他才愿意持戒呀。这个入律就是持戒啊，才肯学弟子规，才肯学十善业啊。那么这是维摩居士告诉这些菩萨的啊，释迦牟尼佛现在住世用这些方法来教化众生。底下说彼诸菩萨闻说是已，皆于未曾有也啊。这些菩萨他不是六道里的人啊，他常常也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了，佛从来没这个说法的。那为什么人家心善行善，根本没有恶念，哪来的三恶道了？不但没有三恶道，六道轮回都没有啊。所以如世尊引起无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贫俗乐法度脱众生。这个就是大权实现了啊！
他有无量无边自在的力，通通放下，啊，完全随顺众生。啊，你看视线，三一一波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啊，天天出去托钵，托钵什么？快乐无比。啊，这个我们就讲了，精神生活快乐，物质生活完全放在一边去了，用这个来度众生，就是来教化众生。诸菩萨也能劳谦，以无量大悲生世佛土。啊，这个诸菩萨就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。这些人也了不起啊，也能够不辞劳苦，谦虚卑下，以无量的慈悲心也出生在这个地方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饮食是全恩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